准备，闸门打开啊！第十二场正式开跑了啊！出闸以后呢，在内侧的位置呢，有两匹马前速也不错的，包括了走着桥，还有战斗荣耀。战斗荣耀很快的抢到前面去了。那更外栏的位置呢，现在赶上来的就是休息回来的太平宝贝啊，采取跟前的战术。在他身后呢，还有一匹智多星也跟得不错啊。外侧的位置呢，则看到喜悦之星。那在后面呢，紧跟着上来的就是大热门的风盛了，守在外侧的位置啊。内栏的位置呢，则有这个走这一号的马金了，跟他是盯防的。更后面的位置呢，就是精神宝宝了。马群呢，整个是脱节的，后面呢只剩下这些，包括了这个百利达啦，生生不息引擎启动，这些马匹啊，进入直路阶段了。在前面呢，现在战斗荣耀是守在内侧的位置的，外侧的现在看到呢有这个太平宝贝，更外栏的位置呢，就是大热门了。杜毅的坐骑风盛，很快的他就超越了里面的这群马。马金在后面虽然在追啊，但是呢是怎么都赶不上他的这个步速啊！眼看着风盛在杜毅的这个侧骑之下，顺利的抵达终点，大热对线第二名一号的马金，然后上来的马匹呢就有战斗荣耀，跟住是走着桥，还有一匹是引擎启动，还有后面呢是精神宝宝、喜悦之星。啊，太平宝贝啦，还有这个太平天使，再后面呢就有百利达啊，智多星今天走势也一般，没有任何悬念啊，这场赛事呵呵就是开门出闸回来收工啊，很正常的赛是果，的。马金也算是追得不错了啦，但是始终跟这个风盛呢还是有实力上的差距。然后战斗荣耀也是正常跑一个第三名，第四名是引擎启动啊，五号、一号、四号跟九号，太平宝贝跑第几？没有，太平宝贝很后面啊，哇，在内栏那一批就是了。恭喜杜毅在2023年最后一天的赛事赢得四场的头马，六匹坐骑赢四场，很超不过一错半了了，很不错了。啊！我觉得最厉害是这个骑师啊，这个练马师格雷啊，今天派三匹，两场头马，一场上名。